阿哥回来了，今天买了个鱼和你最喜欢吃的羊肉，爱不嘛？也腥味有点重哦，所以我买了几点五档道菜，酸脆爽口，去腥提味，是做鱼和做羊肉的诀窍。马上我也整两个下饭菜，要得搞快点弄嘛，我都饿了。Yes, my turn。先做第一个，去除鱼鳞，用食指去掉鱼头，刮掉黑膜，盖上花刀，葱姜、盐巴、料酒，把鱼头抹匀，腌制十分钟。再把剁椒清洗好，洗去多余盐分，再挤干水分备用。这个蒸鱼的灵魂就是放点榨菜，蒸鲜不是点把点，还得点到小葱、姜片，放到鱼头。阿公点火，要得开干，烧油，加点猪油，加点姜蒜米，剁椒，炒到剁椒出红油，放到榨菜。再来点蒸鱼豉油，七哥，再铺到鱼头上，水开下鱼头，大火蒸十分钟，时间到。哎呀，这个味道巴适的板。七哥，七哥，哦，九成油温浇油，最后葱花收尾，第一道榨菜剁椒鱼头送给你们，羊肉切片。放点盐巴、胡椒粉、生抽、一点老抽、料酒，搅拌匀。让羊肉吃完汁水，炒起来嫩滑。腌制十分钟，切点大葱，滚打。烧油，六成油温下到羊肉，炒至变色就可以哈，清出来备用。再烧油，下到榨菜炒香。羊肉这边加入五香榨菜，又能提出羊肉膻味，还能增加脆嫩口感。再加入大葱，大葱炒香后下入羊肉，放一点点生抽，锅边来点陈醋。要得了，西哥。小葱收尾，第二道榨菜葱爆羊肉送给你们。以上两个下饭菜，我后几天评，你们要个小红心就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哦，阿哥请。要得很个。哎呀，今天上上这两个下饭菜啊，来给先整个牛肉，羊肉，拿点牛肉。哎呀，巴适的板，拿来，葱爆羊肉。那羊肉它一点儿不烂的，你看羊肉。嗯，这个菜要多下饭啊，好吃。是五香菜是国民开胃小菜，全球都卖了150亿包了。弄两就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小莫老师，喜欢我们，关注我们，我们的订阅，拜了个拜。